是台北人，然后想要接触到外野外的可以来的地方嘛，就是一个小乡村的感觉，非常的朴实。而且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超级天龙人。刚刚要坐火车来的时候，我竟然以为就是是要南下，就是好天龙，我以为就是台北是在最北边，结果竟然是要北上才可以来平溪这边。对，没错，今天就跟我去看看平溪长什么样子吧。Go。鸡肉什么时间车站要回家咧，从十分车站走到瀑布大概要一个小时，所以来回要两个小时。我现在真的已经快要死了，对，快死了。我要回台北，我要回到有冷气的世界了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影片，如果喜欢我影片，再帮我按赞或者在下面留言给我。就是这样，拜拜。海底捞在六楼。好想逛街哦，现在都已经上秋冬装了，我今年还没有买秋冬装。好啦，我等一下上去再跟你们再带你们看海底捞长什么样子，听说要排很久，我是不知道，不是我排的，呵呵。